钱。哇，谢谢。可以吗？怎么样？可以，没问题。但是我、就是这个，你要一会儿要换给我。哦，好的，再见啊。哎，回来吗？我不是这么玩的，好像是。首先呢，这是一张纸币。那么纸币呢是纸张做的，对吧？对。好，那我们的纸张呢，经过摩擦会产生什么呢？会有电，那个会有电的。对。没事没事，我来这边，我这边多。哎，非常好。我们经过一点点摩擦呢，它会产生一点点静电啊。再试一次。如果做的足够好呢，它会像现在这个样子。哎，还没完，看仔细。哦，等会儿，它怎么粘上了呢？有电，电来了。一，哇，二，哎，三，哇，它可以把它卷起来，可以这个样子。好，水杯，对，拿着它。离近一点，不能不能不能。二八三，不是你，是个真的，它是活的，不相信给我看看，我能给你增加难度吗？可以试一下，可以试一下吗？等会儿，因为我刚做了一半天，哦，还行。你看这个，这就是一个我们最普通的酒店里免费发的那种糖。我就拿的比较多了，然后你看一下，你能变出什么东西来了吗？主要的是真的吗？那肯定是。哎，关于、这个、免费给的肯定是真的。关于这个糖啊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故事啊。对，大家知道中国最老的魔术，也就是我们古仔戏法当中有一个很经典的魔术啊，我们的英文名字叫 Chinese Linking Ring。那我们。对、这个吗？没错没错、它是四连环啊。那我们今天呢尝试用这个来做一下传统模式、这个怎么可以啊，来试一次。好，仔细看仔细看啊，看仔细，不能眨眼，还能闻到这个，看仔细，手还是看对，要看哪里。好，一二三，哎，还没有，对、看仔细。好，一二三，